民，员工六六六，刚刚刚。就是你今天早晨那个去了欧莱雅的总部，然后有什么好玩的？今天我去欧莱雅总部是去参观，然后呢去他们的口红研发中心，然后去做口红。对，我今天涂的也是欧莱雅的。哦，对，因为我没有干过这种事情，然后去觉得还挺好玩的。然后它的总部也蛮漂亮的，就走过去就像一个公园一样，然后我去树上摘苹果吃。他应该都知道你最喜欢的超级英雄应该是钢铁侠吧？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喜欢钢铁侠吗？因为有钱。没有，开玩笑，因为其实我是觉得钢铁侠蛮帅的，很有科技感，然后因为他本身不是一个具有超能力的人，他是通过自己的科技去打造出来的超能力，我就觉得这个精神其实蛮好，就是每个人你可以去创造自己的梦想啊什么的。然后最近我还看了死侍，然后还选里面那个铁人钢人。可以叫你钢哥吗？开玩笑了。因为遇见你是你写给我们的第一首歌，能够给我们清唱几句吗？因为遇见你我学会珍惜，就算面对再多暴风雨打击，我会坚定走下去。谢谢元哥，唱得很好。我可以给你们透露一下，然后前段时间在 LA 录了一首新歌，然后最近又正在写，然后会有两三首吧，然后写的差不多了。生日会上的话应该会唱的。重庆话说几句吗？随便讲什么都可以。我就用重庆话说对你最衷心的祝愿吧，祝你越来越漂亮，发大财，然后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利。有听懂吗？有听懂。除了前一阵子说过的新歌以外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收到的礼物呢？现在比较喜欢的是一些比较有心的礼物，比如说甚至是一些朋友他们送的一些有心的礼物。然后其实上次因为录那个微综艺的时候，其实粉丝最后一期有送一些他们手工做的礼物嘛，那些其实有些很有意义的我都留着呢。除了你的家乡重庆之外，在你心里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哪一个呢？因为最近我是一直待在洛杉矶，然后我觉得那儿其实还蛮好，因为风景也很好，然后玩的也很好，就除了吃的不好之外其他都蛮好的。圆圆你好，我是你的小汤圆。就是像我们小汤圆用的手机屏保一般肯定都会是你的照片，那么我们想问你一下，你的手机屏保会用什么样的图片呢？我给你看一看你就知道。对，就是这个。哦，吃完火锅会爆痘吗？会啊。对，这是人之常情。这样的话就平常有什么护肤秘诀可以分享给我们吗？如果就是小痘痘的话其实不用在意，就是反正很正常，但如果说有点严重的话，最好还是去医院的皮肤科看一下，那也是比较准确的。还记得你在七夕做的那个小龙虾裱花蛋糕，味道还可以吗？还能回味吗？就是不太可以。就是我把小龙虾都吃光了，然后蛋糕我也吃了一口，但是没有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吃。最近学了一个可乐鸡翅，但是一点都不黑暗，我做的超好吃。除非你用蓝色的可乐，可能做出来的会是黑暗料理，但是其他的应该是好吃。对，还蛮好吃的。经常在外面工作会想家吗？想家的话，就有时候会让我爸妈给我打个视频，然后拍一拍家里的狗狗给我。但是现在其实还好，因为我有时候在北京工作，爸妈想我，他们就直接坐飞机到北京去找我，就还挺方便的。元哥，我喜欢你四年了。我是在洋葱的时候开始喜欢你的，那个时候才六年级。你是一个特别真实的小孩。我已经喜欢你五年了，我爱你，永远支持你。